让我们以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我们大会主宾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陈其年博士莅临我们今天晚上的会场，给予他再一次最热烈的掌声。我们的潮州音乐的开幕曲，我们请所有的旧贵宾就坐。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我是施洪州，久违了，今天晚上为大家主持，先给予我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今天晚上我们的大会主宾，那就是我们的总统陈庆炎博士，我们一个掌声给他好不好？谢谢。我们其他的嘉宾有新加坡贸工部政务部长张思乐先生，红帽桥集选区国会议员陈汉通先生，红帽桥集选区国会议员杨木光先生，阿育仪集选区国会议员刘成强先生，以及永远民运会长翁烈强先生。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同舟共济一家亲募款晚宴开始，然后我们在舞台上看到了我们一组华声音乐社的朋友们，他们将带来两首乐曲，那首先是抛网捕鱼，以及第二首就是我们的庆丰收，我们有请他们给予我们最佳的娱乐、最佳的表演。好，谢谢。
Thank you.